确实有点肿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吃了汉堡，那还蛮好吃的。等一下，马上去见我妈妈。我妈妈和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没玩哟，他做饭 YYDS， 姐，太 vlog 又要靠吧，我姐姐，你好，哈哈，哇，这个酱 YYDS， 阿妈。มีแต่น้องซีนทำงาน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ก็ว่าตอนแรกบอกเขานี่คือของโปรดไอ้ไม้ทั้งนั้นเลยใช่เกลือแล้วกันแม่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ลยแม่ติดกล้อง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ปลาหอมมากเลยจริงป่ะวันนี้这边很有名的糯米饭น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มีเจ๊ไม้นั่งอยู่ด้วยนะ然后呢咱们就把我外婆做的哇这个真的 YYDS 就是拜拜我回来这一次吧，我啥都记不住了，就感觉这不是泰国一样，还挺美。哇，这里吧，就是卖很多很多东西，但是都是泰国的东西嘛，更适合外国人。我一切都有。我来买茶了，刚刚吃太多了，罪恶。来泰国，喝中国茶。我来泰国就喝中国茶，香的。你们知道这个东西吗？是那个会有很多小鱼来吸你的脚。就很神奇，我特别怕蜘蛛，会要我命的东西，蜘蛛侠。哦，我当时来的时候没有这个，在中国的时候，我跟林墨去一个欢乐谷，跟他一起做这个东西了，还蛮有意思。但是今天主打是拍照。鬼屋去冒险，咱们的梦。那些你很冒险的梦，他还蛮强的。恐怖不是画面，我觉得是声音。对。
是没有蜘蛛我就 OK。 哎啊我发型，哎我发型，你要怎么样啊？我头发，我头发，那些你很冒险的冷漠。咱们今天所有的行程剩到最后一个，回家找我的狗狗。嘟嘟点头，我去休息啦，拜拜。